草莓三明治。放了冰淇淋味的沙拉酱，还有草莓的。而且它不是特别甜腻的那种，零蔗糖添加，零反式脂肪。而且它酱放的是贼多，它还放了少量的肉松。这个价格足足倒数八个，他用的都是这种无边吐司做的，而且馅料也满满。这个价格足足倒数八个啊，可好吃了。